由韩国厂商研发的 Soul Arc 是一款主打技能连结系统的幻想 RPG 游戏。在本作中，最多可以同时指派五名英雄上场战斗。虽然战斗是自动攻击，但玩家可以指示英雄们施展技能，并且在每次施展技能之后，会有四秒的时间，让玩家指派下一个角色发动连结技能。被连结的技能都能够获得第一个角色所提供的连结 buff， 并且会因为不同的连结数打出不一样的招式。适时的切换起头角色和连结顺序的话，就能够上演一场华丽的 combo 大战喽。